Green Two。在网球这种下手球，好球也好，还是挡网也好，李宗伟的手上是很有隐蔽性。这个球李宗伟有点自作聪明，他认为推到对方一个追身，对方是没有火的。哦，好球！手上的变化，还是领先。其实陈龙也应该也知道，对方手上有很多变化，但还是不由自主的在冲。破底线，现在呢，双方每分球几乎都要进的多拍，都要看控球的稳定性。Service over 7-5